陈一凡姥姥、张若依姥爷、许梦瑶奶奶、焦飞虎奶奶，怎么这么多爷爷奶奶进入家长群啊？各位，我是张若依的姥爷。各位好啊。哎，老郭，你是哪一年的？我五八年的。哎呦，你真是老郭郭，我都三。哎，各位，我是许梦瑶奶奶。我想问问，明年美术课要带的那个吧，什么陶笛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情况呀？梦瑶奶奶您好，梦瑶的那个水杯挺不错的，想问您在哪里买的？我回头发链接给您。还有校服，这一直都穿的一身啊，没有替换的，谁有链接呀？找他爸妈，一年级开学那会儿都有链接的。哎，大郭，刚才听你在群里头说话的那个口音，好像是山东的。怎么的，老弟，你也是山东的？不是，我在山东当过兵，侦察兵，尖刀连炊事班的班长。嘿，哈哈，巧了，我在四川当过兵，军需官。哎呦，那你是我的领导，哎，敬礼。哎，那。大哥，你在四川当过兵，那个穿马会不会啊？血染到底的那种，那是最拿手啊。那平时你们都在什么地方耍嘞？我家小区，我们四个老伙计没事就约，结果最近老王心梗了，我们就撒缺一了。你叫我噻，以后碰到这种事情你叫我。大哥，我跟你讲啊，平时有两件事情。一个是麻将，一个是做饭，我这个人是很有天赋的。呀，你看这不巧了吗？咱俩加个好友，回头我喊你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哥，我现在就加，现在就加。哎，各位，我咋听说咱班王老师还是单身呢？啊？哎，咋是咋是啊？王老师是单身啊？哎，王老师这么漂亮还是单身呢？你这王老师你好，我是刘国宝的姥姥啊，我想问问您，您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我儿子非常优秀，有空的话可以见见呀。那个国宝姥姥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不用了。那个没事没事，您说说吧，我们给您物色物色啊。王老师，我是刘国宝的姥爷，我儿子啊很优秀的，跟你一样也没耍过朋友，他的朋友啊都说他是剩男齐天大圣，我跟他妈妈已经找起爪子吧。你说的，我说不得。刘老师，你快看看群里吧。前天你把国宝姥姥姥爷拉进群，我本来是反对的。毕竟咱们这是家长群，但我考虑到呢，国宝姥姥是为了给国宝交作业，我也就没说什么。哎，现在倒好，他们所有的老人都进群了，还开启了茶话会。这就欠妥了吧？刚才王老师私聊我了，让我管理一下。刘老师，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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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解决，我来解决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一直都没明白。哎，那个梦瑶奶奶，你说王老师他没有对象，鸡蛋还有那个他不是条件高，是太忙了是吧？如果有那个蔡子游，你们俩能不能别在群里聊天了？蔡子游这个烧菜啊，是八十的呗。爸，哎呦，后嫂子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群啊，是老师和家长沟通的群，不是用来聊天的。你们俩怎么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呢？我这不是跟人家搞好关系。好分担你们工作嘛？哦，哎，你们俩刚才在群里说的哪一句是在分担我们的工作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
这个群本来只限于爸爸和妈妈，刘向上把我妈拉进群，那已经是破例了，所以你们不要在群里乱说话。谁乱说话了？啊，我这不是为了帮忙吗？对不对啊？嫂子要乱说话吗？你把我们从成都叫过来的，说是要帮你们看娃儿，对不对？娃儿现在有作业，我们不懂，找你们呢，一个要开会啊，一个要上班啊，没那办法。向上把你妈妈拉进群的，是乱说话。妈，向上把你拉进群，你为什么把我爸又拉进群？哎，你还撺掇着别人也进群。我哪撺掇什么别人了？你爸进来那是为了让他帮我有些东西看清楚，我怕我看不懂。哎，别人跟我没关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？啊，你老在别人面前在这显摆，所以别人家的老人才会让儿女把他拉进群的。哪个显摆了呀？行了行了，妈，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不要在这个群里面再发言了。这个群里面还有老师呢，有老师更好嘛。我们就是为了多了解事情嘛，多跟老师沟通嘛。没点老师的群，我们还不吸得进呢。就是嘛，就是为了你一句，这老师还怎么发言呀？啊，行了，你们俩二退一啊。你们如果被这个群主给踢出去了，到时候这个事情就更不好看了。哎，啥子意思啊？啥子不好看啊？我们两个哪个退了？哪个都不退，硬死。哪个都不退，硬死。孟瑶奶奶，那个王老师现在真的是没有对象吗？哇，哎，嫂，马子恒，你看那屏玩几个小时了，眼睛不要了？妈妈，我什么你？几点了？该准备睡觉了啊。哦。怎么回事？还看呢？看什么？我的天呀，怎么这么多信息啊？我是错过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吗？哎，妈妈，没事，别着急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不是，花开富贵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排桌老友，这些人都是谁呀？这群里怎么人口多了一倍呢？没事，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们进来了，跟你们聊天呢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当发生什么事儿？妈，他们都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拉进群了，我们要不要也拉呀？这群里人够多了，别让他们凑热闹了。哎，你说我要不要把我爸妈也拉到群里啊？哎，你可别折腾他们了啊，那不在北京拉群里干嘛？我问一下静姐吧。喂，静姐。哎，你说我要不要把我爸妈也拉到群里啊？拉进去干嘛？有病啊？不是，他说我有病。嗯，是他的爸妈先进群的。嗯。喂，高雨轩妈妈。哎，国宝妈妈。是这样啊，现在咱们这个群里的问题呢挺严重的，王老师已经生气了。王老师建议啊，让我跟你说一下，就是一个孩子只能留两个监护人在群里，所以你看看啊，跟你爸妈说一下，能不能请二老做个表率，主动退群。你不是家委会主任吗？你直接说不就行了？我是可以直接说，我都可以直接踢人，咱不得考虑一下老人们的面子吗？而且啊，你爸妈呢是第一个进群的，所以啊，我希望请二老呢能带个好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两面派。乐乐奶奶，您家那个二姑娘31是吧？哎，正好比我儿子大3岁，这个女大三抱金砖嘛，是吧？老公放心，明天早上找时间让他们见见呗，不见不散啊。
群里的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家长群是便于老师和家长沟通，及时对孩子的学习生活进行反馈和配合的地方。现在群里人实在太多，老师发的重要通知很容易错过，所以现在公布最新群规，每个学生仅限于两名监护人留在群内，其余的希望大家自觉退群，谢谢配合。啥意思？我们帮你们接娃、带娃、照顾娃，现在嫌我们烦了是不是？要说留人，最该留的是我们。你们除了上班，我们的时候啥好话都说了，现在想干嘛？卸磨杀驴啊？静静，静静，你过来一趟。啥是意思？不是，这不是群规吗？你又不是群主，又不是家委会主任，人家都不说话，你发这个干什么？王老师可给我发私信了啊，说你们俩是最早进群，这聊天也是最积极的，所以让你们俩做个表率，带头退群。我们活没有少干，凭什么被挤兑受委屈啊？哎呀，这退个群怎么就受委屈了呢？就是看不上我们是吧？我看我们多余呗。我们回去，回成都，是给人添麻烦喽。你不光伤了我们的心，你伤了多少爷爷奶奶的心，你自己看一看。其实爷爷奶奶们最辛苦，我们忙起来都是他们在帮着照顾娃。给群里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们点赞。静姐也太惨了吧。不是，你说他怎么也这么好说话呢？让他发什么呢就发什么。主要是因为先进群的是他爸妈。我没让咱爸妈进群，对了吧？嗯，还是你有先见之明。嗯。哎，不行，我得替他说几句话吧。你可别啊，已经是死局了，那他都已经陷进去了，你怎么还往里跳呢？傻孩子。各位家长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是这样的，刚刚那个消息是我跟家委会主任商量之后拜托学生家长发的，但是如果各位爷爷奶奶不肯退群的话，也请大家遵守群规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大家都要休息，谢谢。嗯，thank you.